十方位手机，我们是养个狗。我说养嘛养嘛养嘛，不要听说养养个儿搞寂寞笑嘛。我说好嘛，养两个后来广州嘞，我养了三个狗，哎就糟了。他平时喜欢出差，不能照顾狗，我也找不着工作噻，因为我也是做化妆品，喜欢出差，想嘛广州搞配方嘞哈。找了工作，听说我好吃嘞，做真不晓得该咋办了，我照顾狗，哎，我真是好老婆笑嘛，我真的要死了嘛。说嘞，还是学不来嘞哈。晓得噻，我们全局洗在一面，装可怜噻啊！有天打流噻，我说，哎呀，老公，我好害怕哦！你讲啥子啊？哎，我也害怕。我当时个心情哦，我真不晓得说啥子了哈。我是喜欢我男的哈。嫁给这种穷小子，住栋出租房里面，家里给他加上电器噻。我就买个小锅就可以煮面噻。哎呀，他要吃东北大卤面，我说哎，我们分开煮嘛。哎呀，他那句，哎呀，好费电哦哈。当时我真的不晓得说啥子哦哈，我充完钱买了包鱼丝小嘛。他平时冲动起快不种爱心的哈，我会跟他说哈。哎呀，不要再揪了嘛，硬是我的肉不到瘦了哈，我的血糖到底了小嘛。我当时真的怕得病需要营养哈。真不晓得咋说他了哈，他平时真的很恼火很恼火的，说起我是多喜欢他的哈，真的很乖小嘛，不喜欢男的哈。我喜欢我们男的哈，不要误会哈，虽然说他那么多坏话，我心里还是喜欢他的哈。我不喜欢他，不得给他录歌的哈。像以前那些男的哈，过去那么多，不要为了美国苦哈，姐，拜拜哈。